耶！我不让你走。不要这样，被人看见怎么办？哎呦，不会被人家看见，亲一下而已啊！你给我忍一忍。好，我忍。等一下签约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去秘密基地。你啊，给我节制一点。我告诉你哦，这间房子我可是买很久还没有卖出去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签约成功。如果没有签约成功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哎呦，我最喜欢跟你没完没了，天长地久。放心啦，我岳父哦睡成周明房，所以他一定会买。今天签约成功，明天我就去找我岳父拿支票，这事情不就解决了？